古历正月初六是清水祖师的圣诞，位伫咧台南市南区全台开基四群星龙山寺哦，特别伫咧春节期间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开庙门迎新年、过七彩平安桥、甲大会祈福等活动，请全国各地信众拢来甲四群星龙山寺来为清水祖师来祝寿，庆祝清水祖师圣诞。全台开基四群星龙山寺为二九暝开始就安排开庙门的活动，同时为了让信众伫新的一冬一开始有了好彩头，特别奉上开运红包，欠一个民众到场祈福。为旧历初一到初六，庙方安排过七彩平安桥以及两桥卡祈福仪式，保佑信众平安顺遂。是咱清水祖师吼，安尼做一做迄个伊个圣诞传销啊。那么长老办平安宴，啊，今仔日下早呢，阮拢是一定爱办这个平安桥吼，啊来或者神南新路，大家来遮过平安桥，会当安尼一冬，大家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吼。四群星龙山寺伫初五也举办了平安宴，宴请有功到袂紧，市长委托向侪位民意代表也拢到场亲自祝贺，予咱的清水祖师的信用吼会当。非常非常的传承啊！而且为着嘛要祈求咱清水祖师列为神尊、神威显现，会当保庇在座各位长官、贵宾、各位士大乡亲、国家背景的好朋友，大家拢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全台开机四群星龙山寺，为二九暝开始，就安排一连串庆祝清水祖师圣诞活动，现场闹热又搁虔诚的气氛，吸引来自中国各地信众到场接受祈福。记者苏英河南区采访报道。